这个问绿珠没差。球衣是字母哥的啊。水珠不能消。树叶虫被打一下再开比较好。对对对，我刚刚是不小心开太快，失败中吸取教训，好不好？把禁果打开。超一线队长竟然要第三次才能过，没有啦，是这个不是队长强度的问题吧？只是没有先看清楚。木珠，看一下。副教消除一次，先开一次八风。夏娃放孤鹤鸟，这一个轮回的话不太适合吧？好，开一个这个，解拼图盾。七康哦，刚刚这边有稍微卡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其实我这边直接开眼球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我这一关，我这一回合刚好有带眼球，那我就直接带眼球就好了，直接开眼球就好了。情况影片星矢破功前盾就是用它的龙科，它的龙科就是可以直接破功前盾。哇，这个天降有点猛哎，65了哎，66，这个新轮回哦，我觉得七分吧，67分吧，78分吧，78分吧。第十一关喽。哎，那怎么没有新珠？哎，怎么又没新珠？27000耶，要给我打27000耶，怎么搞错啊？
连降一个。新王可以不带孤鹤鸟吗？我孤鹤鸟只是拿来增伤用而已，你可以随便换其他增伤。遇到陶家的家人跟你借钱，我不会借啊。孤鹤鸟下礼拜，哎，水珠不要消哦。应该可以过吧？过，这样还打一亿多哎，哇！然后再来这边哈，你不一定要照那个红绿灯转，不一定要照红绿灯转。一二三四，自残50%哈。一二啊，不小心转到6了。一二三，一二三四，这样。一二三，一二三四，啊，对，含羞草啊，说错了 啊，我很容易口误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常常都会讲错啊。但是你们看久了，应该就懂我要表达的意思了，对不对？先打一回合，好，然后再开。再开那个树叶虫，然后这边的话开树叶虫，不会中毒。小许，你有在打蚊子？我不知道了。好，这样应该要过了。然后眼球也跳起来了，完美。第15关。哎，新珠是什么？马上看回放。新珠是光珠，新珠是光珠，好。光珠不能消哦，各位，开个二技，好，光珠不能消，这个还好吧？这个作弊应该还好吧？不算是非常严重的那种吧？这边再开个二技。居然打不死 ！Oh my god！ 是不是要开一次龙科？我看一下，这是第几关？第15关。好，感觉可以开一次龙科哎、欸。那我们开一次龙科好了，还是开这个？开一次好了，开一次。
会不会开龙克还打不死啊？哦，过了过了过了，这一关也很硬哦，这边要全开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好，这边是洗技能。啊，可是龙科也要洗一下哦，对。我们这边还是要认真转一下，龙科要洗出来。他是越战越强，所以这边的话齁，开个这个二技，然后开这个，再开八风网齁。好。接下来第十七关，第一条血是强哦，这个啊，这边不能消木，不能消木。哦，这个麻烦了，这个麻烦了，我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好难哦！这边也不能还原版面，这边不能开还原版面。看一下。哇，撞一下多少啊？撞一下扣一万五吧，撞一下扣一万五。这边要先想办法消那个风化，不然太多了，而且它风化的位置非常的差。哦，还好啊 ，CD 二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啊啊！被人撞到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我相信可以了。看好了，各位观众。我这样还打不死哦！我的天哪！厉害吧，各位！哦，然后再来就是这边又要开眼球了哈，眼球把它打开。哎哎哎，多一点啊，大哥！才23而已哦，我还好，还够。哇，
好，王冠哈，王冠要破攻前盾哦。好，两次下滑就开在这里啊，一次开在这里，一次开在这，然后破攻前盾，应该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吧？破攻前盾龙科，如果下滑你没有这个的话。好，好，破攻前盾了，最后一关哦，先还原版面，然后再开这个八风一技，再开夏娃二技，然后再开一技，好，技能全开，反正你只有一次机会哦，你没有打死他就是你死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新轮回通关。飞影也可以啊，飞影回避也可以。